山顶落厝，高山顶尾是阮的家乡，特别需要的哦，正是秋歌啦。阿母经过也是阮的河路，厝内底虽是无讲过年，但讲有块宝子，虽俗也美，我不妨建议回顾你。虽讲有点在四川地带，与永吉的想啊，则无安尼是，也已经也无出到外哩。也采了十块的草药，花种过稻谷，但阮是青路，竟当作养子哩。倒在山上，翻到落叶草药，因为转钱是准了。我来找别的先生啦，好不好？
是啊，就是又好啦，你讲也是有道理。要无，改顺从父母亲，你若是愿意同意之啊，我再甲你过户去看下子。你是你厝人，你应咯。我细叔也对我好。